要人头吗？哈哈，要人杠五，要人头吗？这个卢西亚这句话逗了，那不要，你很聪明啊。我来你家潜水，不用了，不用麻烦你了，待会我不去啊。你走多累啊，这太麻烦他了。待会让他自己走，多累啊，我们去吧。不用不用，待会我们去吧。你快把大剑卖了，我娶你狗头。哎呦我操，这个人真逗了，真有意思，这个人。扔扔扔扔扔，你去把火龙拿吧。待会儿，在大的没装到的时候再拿吧。要快点，这个是没闪的。没啥，你看这德玛这五个桶了，我跟你们讲，这把五杀真不是很好拿的，这德玛太肥了。这德莱文真的是会玩的啊、这德玛真的是会玩的，他那种很下小子位是很难的。行，嗯，其实，在青铜他要想走出那种细节性走位的话是很难的，螃蟹走位。嗯，啦啦啦。你用了 E 就死了呀，哎呀哎呀，没关系没关系。哦，这来来去吧，很少有人能够从我的这个开听声能够不被我勾中的。他挂机了，挂机没事，你挂你的，待会我会去找你的。